什么叫旺？我最怕看到女孩子是旺夫命，可是很多女孩子是旺夫命。首先，诸位有个明确的观念，上帝并没有规定旺夫命的人一定嫁到好先生啊，这是两回事啊。一个太太会让先生没有完全没有后顾之忧，是叫旺夫啊。你看这句话，我几秒钟就讲完了。那你想不晓得，一个太太要花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去证明她是旺夫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哦，那有一种是太阳日月都是旺的，这种女孩子很厉害，天生好手。她其实没有读过书。如果你是你的男人，你的八字是这样的，你娶到太太，好，太太是太阳旺的，你要多听她的。你即使她读书读得很少，你多听她的。她是旺夫命，她跟你的看法决定这是对的。那你是当局者迷，你不听她就完蛋了。好，那旺夫，可是旺夫命还是很辛苦。那克夫命的女孩子怎样？就是那个太太在前面走，先生在后面满头大汗，在百货公司里面，然后大包小包挤在后面付钱，然后好不容易跑到走到马路边的车子来了，然后先生还帮太太开门，然后太太先上去，然后把东西放进去，先生再去开车。哦，这是克夫命。